者吴梦伦台北报道，日本 AV 女优麻生希昌香甜美被封为 AV 界林志玲。二月时，她的住处被搜出多达五六公克的毒品，与男友被怀疑涉嫌贩毒而遭起诉，原被受看好的前途全毁。近日她终于被看守所释放，并在推特向网友们谢罪，更希望能将这段时间的心情写成书出版。麻生希熬过150天的羁押期，在推特向支持自己的粉丝表达歉意，认为他因个人行为占用社会资源，虽然目前判决尚未出炉，但不论结果为何，他都会虚心接受，并说在看守所的这些日子里思考了很多事，也将这些心路历程写成日记，希望有朝一日能出版，让外界了解他的心情。最后马生希也说现在有许多人不喜欢他，但他还是很喜欢自己，若有机会投胎转世，他还是想要做自己。虽然大难临头，他仍表现出自信满满的模样，引起网友热烈讨论。麻生希一再碰毒，自毁前程。白社自麻生希 IG 麻生希被释放后在推特谢罪。白社自麻生希推特，麻生希盼能将日记出版。凡社自麻生希 IG 少一份毒品就多一份健康。自由时报提醒您远离毒品。